大家好呀，今天得到通知会有海啸，我和努比非常的害怕，但是我们已经想到了对抗的办法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冰淇淋屋和爆米花屋了。努比比我先到这里了，看来他比我还要焦急。海啸也不会来得那么快的，不需要太着急，嘿嘿嘿。我们就用冰淇淋屋和爆米花屋来抵御海啸，不知道这次我们能不能幸运地躲过呢？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。我的建造速度是最快的，不需要一分钟就能完成。你去吹牛吧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啊？这本来就是已经建造好的。那我说我只要一秒钟就可以建造完成，比你还厉害呢。嘿嘿，这该死的争强好胜的心啊，还是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。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还是去看看我的爆米花屋吧。虽然是建造好了的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装饰一番的。我要打造高逼格的风格，所以当然要用钻石了。 Nice， 我这钻石还是拥有挺多的，采光要好，不要乌漆麻黑的，也让人害怕。还要有玻璃窗，这样海啸来的时候我们还能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场景。休息的地方也还是要有的，睡眠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大体上建造好了，不过我是个要求完美的人，还要再修饰修饰。非常的 nice， 真是非常的漂亮呢，超级喜欢这样的风格，瞬间亮堂了好多。希望海啸不要太残酷，我可不希望我们这么好看的房子被海啸给淹没了，不然就太可怕了。我们身上的装备是非常充足的，在这里生活3个月都不成问题。哈哈哈哈，一定要看书，我可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人。现在我已经完全布置好我的房子了，去看看努比家怎么样了，一点生机都没有，我来帮帮他。哇塞，哇，看了努比你已经完全弄好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的妈耶，海啸来了，太可怕了。在房间里还是非常安全的，在这里面也太无聊了。这个海啸已经完全把这里淹没了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下期见。